你哋唔使向我行丐帮大礼啦，根本我就冇承认过你哋系我哋丐帮嘅弟子。哼！今次带咁多人嚟，到底有咩事？好，咁我就唔怕开门见山同你讲，呢次我希望彭咗路，你立即放翻我哋嘅弟子。放翻佢哋？咁上一次你哋打伤我十八个正义派嘅弟子，一笔数啊点计啊？哼！ 佢哋犯咗帮规，我哋只不过系替红帮主清理妹妹啫。公布尸首啫系嘛？你要咩资格命令我啊？除非红帮主亲口求我啦。行我啊！你哋仲唔走？ 你唔好逼人太甚，你想点啊？好，好，睇上嚟我哋两派恩怨，都要趁今日嚟到清算。哦，原来你哋今日嚟嘅目的就想揾交打啫，系嘛？我真系估唔到你，你一啲丐帮嘅情谊都唔连，哼，打！ 帮主嘅必须要喺每个月嘅上旬居住喺正衣派嘅分堂，可以着普通嘅衣服，享受美食。至于每个月嘅下旬，一定要住喺巫衣派嘅分堂，要同埋所有巫衣弟子一齐行乞度日嘅。有啲咁古怪规矩嘅？呢条帮规咧系我做帮主之后先至定立嘅，因为历代以嚟啊。 巫医整医两方咧，一向不灵。咁我为咗免之佢哋争宠起见啦，所以先立咗呢个帮规。咁我只系望每个月嘅上进，唔望下进咯。哎呀，容易。身为帮主嘅，必须要一视同仁，你要谨记住啊吓。我做帮主以嚟，虽然未。 同我棍法点啊？都唔错，不过仲欠缺咗多少劲度。嚟，你依家试下进攻我。师傅，师傅，阿静，咩事啊？今次弊啦！啊，究竟咩事得啊？丐帮巫医正义两帮准备大厮杀啦！啊，听我嚟啊，师傅。大哥，大哥。 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哋劝住佢哋噶，点解成咁嘅？哎呀，佢哋一个二个放，我几劝得到啊？喂，老阿姨啊，入边有好多打紧啊！哎
帮主，参见帮主。你哋仲记得我系帮主？记唔记得我临走嗰阵时候千足万足户，要你哋和睦相处，守望相助，你哋一啲都唔记得咗？帮主，你有所不知，老友及亲你老人家唔喺度嘅时候，欺凌我哋正义派，仲打伤我哋十八个弟子。帮主，行咗到个宗玉嘅之地，胡作非为。 佢哋犯到帮规，我忍无可忍先至教训佢哋。你乱讲，冇乱讲，停口。真系，短短半年嘅时间，居然搞成咁样。帮主，唔使再讲啦，你哋翻出去先，最紧要先有救自己啲受伤嘅兄弟，然后再翻嚟呢度听候我个法落。系。 你都同仔真系生性喎，吓！历代祖师在天之。 我洪七公真系愧对你哋，你哋将丐帮交俾我，我不但只冇将佢发扬光大，仲搞到如斯田地。各位祖师，我真系对你哋唔住。师傅，你喊啊？冇。 我喊啊！明明系佢哋唔啱，都唔关你事噶。唔系，冚唪唥都系我嘅错。你唔好咁啦，师傅。人人都怪我，咁多年嚟我太过痛锡佢哋，就算佢哋做错咗咩事，我都姑息佢哋。我喺度嘅时候，佢哋都仲唔敢点样啊？ 但系我一行开，佢哋就搞成咁嘅样。师傅，容姨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千祈唔好学我咁样，必须要想法分明，恩威并重先得噶，知道吗？哦，容姨，我知道你咁细嘅年纪，我就要你担当咁重大嘅责任。 的确系难为咗你，但系容姨睇在我嘅份上，应承我要将丐帮重新整顿，发扬光大。啊，师傅，你放心啦，容姨一定会尽力而为，你冇咁难过啦，我哋出去。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Mandy，我系6号6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